整个帘子它又竖正了，它哪有竖等啊？它又竖等，都不用那个那，不开灯直接弄头。要不感冒就晚玩儿。对。这一泡子全出来了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它是软化的呢。有时候你看这儿子跟妈跟一打呼噜，跟那嘴跟那不能张大嘴嘛。嗯。跟张嘴子那我都叫里头。呱啦呱啦的。嗯。它就是耳朵长时间不掏哪儿，所以掉到耳膜上了。他就是你吃饭走道睡觉一翻身，他就呱啦呱啦那么响，其实那就是腿脏了。今天都是关门了，还不来。没准儿，有的时候红红冒，有的时候红不冒，哪准儿啊？不冒的时候就9点多就关门。有人等着就10点10点半，哪准儿没准儿。反正是楼子的，坐在下边儿，晚上，也问也没准儿，说9点吧，那9点你外边还有人等着，你不都给你套完了吗？套完准不行了。我还有时候老在粉上看见套完了的，我还给进一个摄像头，里头给一块一大一大块大块的。嗯。那样的也有。还粘不得呢，我看咱放一块上。